人讲行行出状元，酸甜苦涩谁人知？走遍台湾大小巷，行对着上天的脚步，来起行啊来！人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啊，不过呢，那底下那的破柱呢，就是要早起的人儿才有烧饼吃。噔噔，就是这间。今天要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家，哇，这是我们铺主在地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店烧饼，而且他们的蛋饼烧饼都非常好吃。啊，你也较慢来，根本就买不到，因为我曾经吃过亏，摆足久拢摆无物件。到底外好食，带大家来吃看卖下咧。就是这间铺主在地人拢知影的古早味的烧饼，每一工都现做现烤的烧饼。还有手工蛋饼跟豆浆哦，在地人的早餐首选，无手你都摕无。伊只豆奶吼，拢足好食的啦。豆奶，泡炸拢家己。啊，只大项都拢袂放食啦。啊，你想爱食啥？啊，你想爱食啥物？我爱食啥？我爱食小饼。我甲你讲，我刚才就是要来排队，结果排到尾拢无小饼。好啦，卖生气啦。文青头家替咱准备一份在地人每天必备的烧饼、油条加豆奶。嘿嘿，终于轮到我吃了吧？传说中的咸豆奶，真的好像豆花哎。其实我感觉伊淡薄仔像迄种米寿汤。啊，拄食内底吼，咱有足侪料对不对？即摆来食看卖啊嘞。嗯，很像味噌汤，很像我们有些会煮那个豆浆火锅。很像那种口感，好好吃哎，袂伤咸。如果你也爱吃咸吼，可以再拿一点啊辣椒，那个口味会比较重一点。可是这样吃你就很像我们的那个，刚有讲哦，就是味噌汤这种口感。无唔对，对浸豆啊、煮豆啊、甲磨豆啊，拢是头家娘亲手做的哦。就是要做出浓醇香的豆奶，除了豆奶以外，也一定要来试看看这个咸豆奶哦，超级好吃。大家吃他们的蛋饼，招牌早餐。我们先吃原味的哦，就熟哎，那个饼皮哦很薄。因为一般我们在吃葱油饼、葱抓饼的时候，是不是较高，米皮较高？哎，这就薄哎，那就想象那个薄薄、酥酥脆脆，加上那个蛋的很清香，太好吃了，够炸味的啊！这的蛋饼皮拢是头家娘亲手做的哦，口感甲西式早餐店的蛋饼绝对无同款哦。说到来就是重头戏，烧饼，噔噔。我最喜欢吃的烧饼，还有加油条，还有加蛋，这是葱蛋哦。把这里加海苔，行行行，一二三，吃烧饼哪有不叫芝麻的道理？就是在这边吃的满桌都是，有没有？这是一种成就感。哦，哎，今天哈，那吃早餐不要计较形象，因为太好吃了，酥酥脆脆的，这个是都讲大家争先恐后怕买不到的烧饼。那不要讲嘞，很酥脆，好香哦，超级香，淡淡的咸味，再配上我们的咸豆浆，啊，还有还有。你看用钢杯装的米莲，这个是咱讲古早味吼，咱叫啥爸爸妈妈迄个时代加米哦。哦，这太浓郁了吧！不行哎，好香哦！哦，好满足哦！吃完了最后一口，麦敢讲这拢我挚爱。OK， 牛逼羞羞嘞。后来吃饱了以后呢，过来要带大家来咱后珠人在地的信仰中心，就是咱的配天宫，330年的历史哦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去那边拜拜，求平安。早顿吃完啊，
即马乡亭传来去破主重要的信仰中心配天宫。咱配天宫建立伫咧康熙21年，已经有330年的历史啊。正殿红花甲白花是予信徒求主的，红花代表的是查某囡仔，白花代表的是查甫囡仔。一个有灵丘之称的四桂兰，听讲身体若有无爽快的所在，会当摸摸咱的灵丘，就有神奇的效果哦。配天宫阁有一个足大的特色，就是咱正殿的妈祖，因为是有一丛花仔树雕刻而成的，嘛是全台唯一搬车袂动的妈祖。看了古色古香的别物了后，今嘛要带大家来去吃破住在地才有的古早味冰品。好，哥，我要那个蔡恩冰香槟的香槟口味的。好，可以拿下这边包的。再讲再讲。阿弟包，宝贝这个。蛮好吃哦。小时候喝香槟饮料的味道，然后加上古早味的那个菜，很特别。现在人都吃珍珠奶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古早味的珍珠奶茶，古早冰菜的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你当初怎么想说要这样做？这是算说我阿公发明的啦。阿公哦，那你才做几年啊？那算起来差不多要将近要七十几年了。七十哦？对，七十哦。对啊，我是第三代啊。哦，好强啊，看不出来耶。说真的，因为一个店头，可是为看慢看出来，就是知道很复古啦。康棒嘛是阮以前阮杀蛋的时阵的啊，以前阮阿公的时阵杀蛋的时阵的康棒，啊是讲先过来阮爸开店了，他把这个康棒搁刷过来沿用的。那像那个我看到你们有那个菜盐啊，跟绿豆粉粿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看起来很像。粉粿的话是用粉粿吃起来软软 Q Q 的啦。阿菜凉凉脆脆的，是脆的，所以粉粿是 QQ 的那个嗎。QQ 的粉粿是用那个捣粉者，因为菜盐较脆，家己的冰内底比较有嚼劲哦。看恁个有这莲藕茶、青草茶，恁家煮的吗？莲藕茶阮家煮的，像那恁后底青草茶啊，这种拢是用枣。用枣哦。嘿，大枣。大枣控。厝里迄种细细、拢细细的。对啊。阮那是大的，大的枣，爱用大的砍啊。啊，袂少搞工的吗？爱喝茶。爱喝茶，爱喝都一工的话，拢爱喝差不多爱九点至十点钟的。啊，过几工哦？过几工，迄会拢爱过几工，一定爱有人过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惊煮过头。不是，因为你爱注意爱甲拉，啊，佫爱注意火，火袂使伤大，伤大会炒火焦，啊，伤小会无够分，安尼。那是你想要来一杯消暑的饮品，加嘛有莲藕茶佮青草茶。开车的更快路啊，也可以再停下来，饮一杯啊消暑的饮料，再上路哟。菜园讲完啦，头家又提供我一个下午茶的好点心，我们来去瞧瞧吧 ，Go！ 你看，哎，蔡元斌，你阿伯介绍遐一堆，哎，遐人啊侪啊，这袂上。究竟是什么款的美食？好，这个婆婆妈妈甘愿直接排队嘛，要吃到嘞。阿姨，啊，恁这侪人直接咧等啥？等鸡蛋糕。等鸡蛋糕。大家拢直接等鸡蛋糕。排队哦。我看啊，你有买哦？有啊。哦。真正的呢。啊，恁常常来这吃吗？对。哦。你要这样吃看卖无？来，人拢讲别人会较好食，什么？你长得甲白啊，敢袂使？来，你好可爱耶！伊这形真古锥吼。哎，那乌龟的吼。乌龟。这阿姨的想象力，这很可爱。而且伊这边啊吼，有酥酥脆脆的哦。吼，咱食看嘛。啊，你有食未？我做我姐。来做我姐，紧嘞。啊，你想有水头啉？我来。哇，这个手做的鸡蛋糕原来还有很多种口味哦，你可以看哦，有原味是刚刚我吃的那个，还有奶油巧克力伯爵奶茶，这个口味蛮特别的。抹茶，我跟你讲，抹茶若无内行的人吼，做出来味也就奇怪，所以咱等一下甲试看卖啊。还有柠檬乳酪，我的最爱。我们来问问看我们的鸡蛋糕达人吧。这是什么？抹茶柠檬。那我们的达人你好，这是抹茶哦。你已经知道我要吃抹茶了，对吧？对。抹茶柠檬是两种做在一起吗？
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是分开啦。啊，我做三个抹茶，啊，两个柠檬给你试试。哦, 哦, 哦嘿嘿，我现在拿的是什么？柠檬，柠檬。柠檬、欸，哎，先吃看看。酸酸的。神秘神秘，哎、欸，这柠檬很香哎、欸。都是柠檬原汁做的。柠檬原汁。还有鲜奶，嘿，还有鲜奶。你自己敲的料吗、啊？对对对。哦，然后柠檬好好吃哦。都不腻耶，好讲，好听，好听，还有抹茶，这里还有抹茶。要讲抹茶就是考验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抹茶嘛是你自己煮吗？哎，对，抹茶粉，抹茶粉自己调制的。哎，对，还有鲜奶。我今天真的很有口福啊！减肥的事明天再讲。你看到抹茶的颜色在这边。我觉得这个抹茶是用最好的吧？抹茶粉，好香哎！做起来的，重点是拢袂甜啊，因为甜吼上加食过亚生，可是那个抹茶很香很香。哎，对。哦，这个阿姨你很用心做哎，好喝好喝。有个妈妈带她的小孩来说，我家的小孩很挑剔，就是喜欢吃你家的鸡蛋糕。就是连挑嘴的小朋友都很爱吃。看来这个鸡蛋糕不是浪得虚名。你看啦，你看啦，头家牛卡士达酱挤得这么阿沙里，再加上精心调制的面糊，怎么可能不好吃？阿姨，你买什么耶？巧克力啊，加巧克力哦，我当吃看卖无？哎呀，好吃，真的别人的比较好吃哦，秀嘞，巧克力呢，会爆浆的，秀。哦，好香哦！对对对，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好吃。你也袂少，你有点贵啊。嗯，好好吃哎，嗯，好浓郁哦。嗯，这巧克力我看搞不好有高达85%的感觉，嗯，超香超浓的。嗯，人家说吃巧克力有恋爱的感觉，我都觉得很幸福，有种恋爱的滋味。常常听人家讲说这边要买，我今年买台南贡粿，给我来龙某啊，真的好吃。卖那个面糊没有就收了啦。哦，限量版的啦哈，限量。这个是咱铺子限量版的鸡蛋糕屋。今天想听带大家来去咱新界电视台在地铺子行行嘞，也唔过你当作铺子的美食，敢来安尼念念吗？哼，当然嘛唔是。我知道你在期待什么，所以我们来去行下来，下次见咯。